想拼命往前飞，风里干，雨里吹。大家好，我是永正啊，下面来讲一下，喜欢拍作品的朋友啊，最好是买一个这样的拍摄杆回来啊，走到哪里拍到哪里啊，真的很方便，可以收起来放在包里面很方便。这样子三个角可以落地啊，真锁牙的，可以升高拉伸啊，将近差不多1.2米高啊。这上面可以调横屏竖屏啊，都可以调啊，横拍竖拍都可以啊。玩火山必备